好，大家晚上欢迎收看 WCS 台港澳挑战赛，我是今天主播阿吉，我今天赛明辉。好，今天已经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哦，是由我们的台湾闯王圣耀对上这次杀进八强的小将 Sale。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讨论一下，我们觉得这之间的胜负关系啊，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。Sen 他虽然没有打得像其他选手这么多，但他长久以来的比赛经验真的是非常丰富。我直接分析，对，他天梯5700，对，但是他其实打神族是比较弱的，没错。所以这表示他的打，从他的内战跟他打人类，可能分数是超过5700的，对的，所以他才可以维持在5700的分数，没错。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打这个比赛，可是这个比赛其实还是算线上赛，是。但是 Sen 他有一个灵气。对哦 ，Sen 灵气，当你对手是 Sen 的时候，你会很紧张。对哦，我不知道 Sen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 Sen 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加成，对，他是一个比赛型选手，他打比赛特别强。对，他打比赛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猛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场，对，大家听我们这分析也知道我们预测谁。对，我是觉得 Sen 应该是哦，台湾虫王对不对？应该是哇，我早说他会赢啊。对，稳了。好的，第五右下方哦，是我们台湾虫王 Sen， 红色虫族。那在地图的左上方，地图左上方是这一次杀进八强已经晋级的 Sale 蓝色虫族，地图是深海礁岩。好，这个，哎呦 ，Sale 这边是16D， 16D 跟17D 应该是没什么差别吧？其实 Sale 有蛮多他自己的理解的哦。对，他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Sale 怎么做应对哦。因为其实，在上个上次 WCS 的时候，其实 Sale 遇到这个 Rose 哦 ，Rose 其实是先2-0的情况下被 Sale 浪二追三翻盘的。对对，而且当时其实我跟他们聊天，其实 Rose 他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其实。现在是 Sen 没有练很久 ，Rose 他打到第三场，对不对？那个 Sen 的兵 A 上来之后，他看到那些兵，他就觉得他哦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他也在想怎么要打 Bitoke， 就他被 A 下来，没错。就后来就被浪二追三。对，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心态一瞬间崩掉。对对，太可惜了。那 Sen 的话就不用讲了，他的心脏是出了名的强的、哦，而且从星海一到现在的大赛经验，绝对是目前所有台湾选手最多、最丰富。对。而且也是经验最丰富的男人，没错、哦，也是拿过大赛冠军的男人、哦、好，那这边来看一下双方目前这边 sales 刚刚用一个16D 哦，这边狗稍微绕出去，绕个路不让你看。这个也是没狗数的、哦，没错。这应该只是过去看有没有机会包到。如果说 send 的狗在外面，他有机会杀掉那只王虫，后虫，不然就是杀几只工兵。好，那这边往上做，我觉得这边其实像这种打法啦，就是赌对方的防守功力不是很好啦，或者是一些纪律性没有做好。对，哦、来看一下 Sen 这边一直慢慢爬出来，这边好两只狗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好，双方目前来讲的话，经济层面都差不多 ，Sen 也是蛮稳的。其实 Sen 的打法就是那种，他几乎没有什么在。比如说他今天守不住人家抱一大堆狗跟毒爆来的话，他就一定会下毒爆。对，毒爆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后头打可以打可以打。第二只后传帮忙，稍微做一下。那这边 Sale 操作也是蛮细腻的，我知道打不死，赶快往后做一个拉扯。所以 Sen 打法是比较建立在那种他认为守得住，但是又可以用最少兵力来守住。对，所以我们才会说 Sen 好像哇操作很好，他操作确实好。然后他的营运很强，就是这样子。没错，你昨天有说他操作烂哎、欸，有吗？有，你昨天有说一个地方，人家是台湾虫王，这个操作有够烂啊！那是那一个操作、哦，那个操作是不是？对，整体来说 Sen 是很强的。原来如此啊！好，那现在来讲的话，其实目前 Sale 刚刚在那一波小狗去前压的时候，他其实偷偷刷了大量的农民哦。那这边其实 Sen 的狗数已经好了，那这一波算是一个机会，而这边两个妈妈堵口。细节做得不错，对方必须要绕路才有办法有机会绕进去看到他的科技。对，现在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，就是有狗数的时候，全家他去掩护自己的战况开启。哦，我觉得圣真的要大量狗过去，然后变毒爆了。哦，你说要压制吗？我觉得他会压一波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狗，哎呀，失误啦！四条狗刚被包到。你刚刚说圣真的操作怎样？刚刚是避测了一下。哎呀，误会啊。
当然人也有状况不好的时候嘛。对，这边要压制到前线变毒爆。我觉得他现在爆，他刚其实前面不应该一些狗不死的话，对方的狗没有办法那么顺利就压过来了。好，那这边稍微做一些细微操作，这张毒爆正在变哦。这边目前现在的狗是比较多一点点的，这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哦，就要做交换 交换两颗毒爆，换两颗毒爆可以接受。好，这一个后手，这毒爆被当个 MVP 哦。那这边的狗跟毒爆非常多。哇 ，Sale 又再次极限防守守住了这一波。哎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Sale 他的三框是放下面的，跟一眼一样。对，他其实没有，他是早就爆好兵了。哎呦哎呦，哇，这个是从侧面绕进来炸的吗？走进去炸的感觉，看起来杀七只哎，哇！其实我目前对于 Sale 对于这个 Sale 这一位选手，我真的最惊艳是他的绕狗的想法。他打这个 Beast Talk 的时候，他也是一直多方绕狗。哇，这边又把 Sale 的狗包住了！哇哇，别忘了我们 Sale 可是用狗非常强的人呢、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在打 B Talk 的时候，我了解。他的狗跟毒爆，哇，糟糕，这一绕进去不得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绕进去就是要死一堆东西了。哇，东西看光光，直接在脸上贴毒爆，工兵要死光光，哇，这有点危险。我觉得这是输了，输啥？我觉得这很亏，你怎么看？还行啊，三只农而已嘛。三只农，是吧？三只农而已，四只农而已、啊。他，可我觉得这不是农民上的那种感觉，是心灵上吗？对啊，我今天家里被人家烙狗，然后被杀点东西，真的是很不愉快、啊。哎呀，才四只农民而已，我觉得这都是可接受。哎、欸欸，哦，或者说这个毒爆。这边这样出来做榜首了，哇！当然希望还蛮多的，有一种 Sam 被玩爆的感觉。我看你再怎么转，人家是台湾虫王 Sam 好吗？所以我刚刚这样讲啊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刚那波狗绕进去的时候嘛，他刚好在偷农嘛。对。那偷农那瞬间，他变成说是他在闹对方，反而他没有受到伤害。是。接着对方反压的时候，他就有兵力爆出来去反制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经济上就会有优势。哇，看 Sam 怎么守这波蟑螂。对，那现在换 Sam 被包狗。对，现在换 Sam 比较难受是。因为对方上这么多走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偷了一波农，哎 ，Sale 还卡很爽，对 ，Sale 这边直接打出了 GG， 恭喜 Sale 先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哦。刚那个 Sale 要做兵都没办法，因为他王虫死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说卡，就刚最后卡很口，然后看到那么多张，他觉得没机会了，直接放弃。刚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 Sale 前线在操作狗的时候，他侧面绕了一波毒爆去换了 Sale 的工兵七只。对啊，而且他其实不是 A 完就跑了，对，他是 A 完了以后，他有去控，他把剩余的狗往后拉，他其实有保存兵力。然后刚刚其实最漂亮就是第一时间 Sen 在上，刚好在主框那边，他应该在全力防守他的三框。然后 Sen 这场好多那个、哦，好多那个狗走到边边，然后被包掉，对，这太亏了。前面他的狗已经够少，还一直被包掉，总共两波吧、有一波是很关键，是他原本就是你刚刚讲，他想要爆大量的狗去压制，但他先被包了六条狗、然后导致前线崩盘，直接。啊，防守好了就被对方反压、然后 Sale 确实是一个，我真的觉得他狗操作蛮好的，对，真的有一种那种小 life 的感觉。小 life， 你说他是台湾狗王，还是不要这样好了？他 life 在，所以你是他说他台湾狗王了？应该说他对于绕狗的理解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还有刚那个、刚刚打三框的时候，那个毒爆进去炸七只龙，对，而且他刚刚有个很细的操作，他不是有地方他打从主框杀上去嘛？他其实还有分小兵去咬毒爆哦。对，他其实有很多细微的操作，就让我觉得他蛮真的蛮猛的，很细腻，就对，很细这样子，对，很细、真的很细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地图右下方哦，是我们台湾虫王 Sam。好，在地图的左上方，这是我们的 Sale， 蓝色的虫族，地图是艾尔飞升。好，那在。刚刚那一场双方其实都是比较稳健的。这边来个十二 D 哦，是要开招，而且有瓦斯的。对，瓦斯十二 D。我已经在这张地图看到三场十二 D 了，这张地图十二 D 特别强。现在不知道会裸双了，好像有可能他还没有放狗池，看一下他这有没有存钱。他不管狗池还是那个都会存。好、裸双了，他裸双了，裸双。哇，瓦克。哇，今天就要看一下现的。文明的那个极限防守能力哦，这是怎么守啊？人家狗来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能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刚刚不是有人守住了吗？
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 Sale 这场到底是用普豹还是素狗？哦，目前我们看到对都是素狗，没有一个是直接用独豹的。对对，而且这场一样哦，是一个瓦斯在狗池开哦。这边生王虫也是提狗术，这边也是提狗术。好，看一下。那现在呢，这个狗就直接刷大量的狗了去做压制，那看是有没有发现这个没有一弯还是会绕一下哦，绕一下视野。哦，这是在场吗？他在场哎、欸，对啊，场家里，对，场家里。场家里的缺点是你出去的时候会被王虫看光。对。但是好处是他一瞬间就很多嘛，对对。哎、欸，反正他今天是玩那个素狗开局嘛，他如果是玩毒豹，他的狗就必须要在前线，没错，毒豹冲槽一好直接变毒豹，然后加上后面的狗来打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素狗，你看到素狗一瞬间你要反应，其实也没有多少反应时间，对，你大概就是5到5秒左右吧。哎、欸，好死不死，你刚好把那个弓兵按下去，对，你就只有2条狗可以出来。对你按下去那瞬间你取消也不行嘛，啊、你取消没卵了、啊，你就只能让他做了。好，那看一下、喔、这边狗藏的非常多，然后这个时候放在自己的二基地，还在续哦、喔，狗还在续，这个大概一口气出去有20几条狗吧，20条狗，现在13条了，要走要走了。其实我觉得他这边哦、喔、直接冲出去了，好可以，好 Sen 应该看到了，那 Sen 看到第一时间放毒爆虫草，然后。哦，好险有流卵，有流卵，10条狗，哇，真的有流哎、欸，这是肾机遇性，没有，那是运气好，刚好虫卵喷出来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运气好，运气也是实力一种。哇、哦，这边狗非常多、哦，那这边直接先把外面的小狗吃掉。这边这个狗被吃掉，我有意外，我原本以为它会缩着打，你知道吗？一咬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不进来了吗？啊，这进来不就被咬光了吗？爆开了，你知道吗？爆开了，你知道吗？爆开了，糟糕！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，佛心哎、欸！哇，这是爆开了，爆开了！我们这个台湾狗王是吧？再次用异化虫证明了自己。对，智商哎、欸！啊，这边有小狗了。好、哦，这个爆甲，后续的小狗哦，这边有机会打得赢哦。好，先守住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关键哦。对，是有只有12只弄。没错。然后 Sense 21只龙，他真的是运气好，刚好那个虫卵喷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转的有点快哦！你刚刚是不是说，Sense 这个要爆开了？看起来是要爆开了，就他那个虫卵，真的太关键了。刚好，我们若回去看 replay， 但绝对是虫卵刚喷出来的时候，王虫看到他的狗冲出来，他有看到小地图嘛？对，所以按了那个异化虫，没错，爆开了。假设如果我刚刚，其实我刚刚我不是原本想讲话收回去了吗？我刚刚想说，其实你就是要藏嘛，你为什么不出门的时候就一瞬间就有狗数了吗？啊、哦，对啊，他刚是出门的时候还没狗数的。对。好，那这边那个交换哦，24龙比17龙哦，我觉得这对 C 来讲，他现在要做就是尽量的偷，然后就用少量的部队去前线做一点拉扯。就是我们狗王比较强，还是虫王比较强呢？对的。好，那现在。然后Sen要反压一波，感觉是要爆大量的狗去压制。不用爆，不用爆，这已经够多了。哦，对他自己本身刚爆很多，他后面就补农民就好了。对的。好，那这边前面直接做压制哦，后面补农民，然后同时放了自己的三基地。要掉这条狗。哦，还有一个毒爆，还有一颗毒爆，再换再换哦，这个 Sale 是空城计啊。没有东西呀、啊！哦，还可以炸3只，好，这只妈妈死，爆开，哎、啊，他3颗毒爆嘞，妈妈没爆开，哦，没有爆开，好，直接在面前变毒爆、哦，毒，这时候毒爆才慢慢的爬过来，哎，甚至后续又再继续爆兵，因为我刚刚那个可惜，哦，这炸也算了，哇，他打掉对方后虫啊，这有可能会让室友后面的兵蓄不起来，对，因为其实，在虫卵虫内战，你看有没有喷卵那个卵差非常多，因为他们前期只能出狗啊。对，只能出狗跟毒爆，所以后虫没有后虫差很多。没错，这边做个交换。我看蟑螂，但现在对于圣来讲，我觉得他非常，我个人就是觉得有优势在啦。他农民11只，但是重点是这一波防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又绕，又竟然绕炸工兵，太会了吧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很会绕狗哎、欸，我觉得会绕狗的，说真的，会绕狗的虫族真的很烦啊。
你玩生出被烙死都很烦，对不对？那个这就是看一个虫族技巧怎么样。对，真的很会找洞钻的哦，有可能因为他很细。像那个 Sen， 那不十年。对，十年。十年他也很会绕狗。对，十年也会绕狗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他跟那个，哇，不愧是台湾虫王 Sen 哎，这个用狗直接把对方毒猫咬死，毫不畏惧，太厉害了。你刚刚不是说 Sen 造成？没有，我跟你讲 ，Stan 的理解不一样，他就是用他的异化虫去把对方最强的单位给咬死。不然我觉得他爆开，让大家见识什么叫做虫王的霸气。他刚刚优势就有现在事情，怎么这样子？这是虫王的霸气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好亏哦，他原本是可以玩手的，他玩手，然后自己的科技优势、经济优势，然后就我跟你讲，虫王没有在怕这一个的，他才十几只狗，一个矿而已。没差，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跟啾啾讨教了一番？嗯，对，劣势才开始变强。他没有劣势，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劣势呀。是，确实他刚刚被咬完这一波，他还是优势的。对，可是我只能说原本是很优势，对不对？原本是很优。哎呀，虫王的理解啊，也是啦，你不能去否定人家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虫王这边有一颗毒爆，加上一波异化虫的压制哦，那这边看到对方三矿，哎呀。虫王的狗又被追着打，这一个哦 ，Sale 的操作非常好。主包有没有办法赚到一点东西？哦，这个分一些哦，杀四级还可以。但是在中间这个小狗交换来讲的话，其实 Sale 因为他这边经济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看起来他还是处于一个上风。哎，飞糖出来，对，飞糖出来了。哎，这个 Sale 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七只飞糖。看一下。那这个飞糖一出来，我觉得一出来估计就打破僵局了。对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刚刚剩那个小狗操作太不应该了。对，他如果保留那些狗小狗，他根本就不，他现在早就已经爽爽包，而且对方拿他没办法。对，三矿早就已经满营运了。对。哦，但是这时候飞糖出来，对方的蟑螂也出来了，感觉这量不太够啊。这飞糖是打得光的。我觉得他打的方式是怎样？他就是绕开视野，然后直接去进军到基地，然后被迫让他非常直接回来防守，这是最好的方式啦。但现在这边其实非常刚好也没有出去，他知道对方好，他好像知道对方会来压的感觉。我，哦，没看到，哎呦，我，哦，看到，我，哦，看到很关键。不过他有飞糖，守这一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是一个双线哦，哦，两边都看到。好，哦，现在嘛，先用一些飞糖去守上面。没错，家里就是用啊。正面的狗其实蛮多的，但是很可惜没有毒爆哦。正面这打得赢吗？哦，这边也只有狗。好，这边持续没办法打空，只能被摸头，就完全被压着打。对，啊，这是应有的优势啊，毕竟前期累积下来这样，然后再加上飞糖出来。你基本上走地面，这样先出飞糖，你没有中其他在跳飞糖那个空窗局去压它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会变成这样子。其实现在因为那个赤蛇血量加10的关系，现在越来越多人会选择用赤蛇来打那个飞糖。对，其实以前在改墙之前就有了。没错，然后这边三框应该也是要爆开了。这边打出了打出巨巨，那我们恭喜 Sen 追回一城哦，那比数战成1-1哦。其实还是二框那个啦，对，二框那一波。他并没有把 Sen 打死，对，他全部都爆狗，他从那个狗池一好就一直爆狗，一直按，然后按到后来 A 出去，他还是只有12只农，对对，结果那一波并没有把 Sen 的二矿打掉。刚刚讲到就是你要赚到点东西，而且把二矿打掉才有赚。我觉得那最关键就是你刚刚讲，就可能刚好那一批卵吧，他刚好喷出来那总共是6颗卵，再加原本的2颗。假如今天就跟你说的一样，狗数好才出门，他不要那么早被看到。对，有可能就崩了。那多3只公兵，他就可能就死了。对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哇，那这边真的是，我只能说，胜的极限防守功力还是非常强。真的哎，不愧是虫王。对，中间让你一点狗，对，都无所谓。你看他还用了虫王的霸气，用那个一群异化虫去咬那2颗毒爆。对，用我的基地爆炸去逼退你。对，你看咬的那2颗毒爆又怎么样？我还是可以赢你。还是赢嘛，这就是台湾虫王硬实力。好不好？对，这不愧是台湾 Open 打赢用的男人。没错，好了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精彩比赛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欢迎回来收看这场赛事哦。那目前来到了1-1平手 ，Sen 跟这个 Sale， 那其实双方有来有回哦。那刚刚根据辉这个霸气的说的说明这个虫族的实力，虫王的实力，虫王的实力啊！你觉得等一下 Sen 可不可以再送这些东西？他随便送都会赢，真的假的？台湾虫王的实力你敢嘴？也是拿过他有 TW Open 打拿过冠军的，当时打 Hyung 全场有谁觉得他会赢？我们都只是支持他，对，心里面都觉得其实 Sen 应该不会赢，他还是赢了嘛？或许他是对手被奶死，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两个好像是。都觉得是 Sen 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当时哦，确实啊，当时我们确实也是普遍不看好。对，所以 Sen 你知道吗？越沉越香哦，越后面是越厉害的。会不会沉到最后变臭掉？应该是不至于啊。那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在地图右上方哦，是我们的小将 Sen。好，地图左下方则是台湾虫王 Sen。好，这场都没有放十二 D。其实我上次听他们那边吹十三 D 有多强，对吧？一直吹十三 D 好强好强好强，比十二 D 还好，就没人用，没人用啊，都是十二 D 这边嘴，哎，真是的。啊，对，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就是在下礼拜三四是这个线下赛哦，那详细售票情形会在暴雪电竞网已经公布，目前已经可以开放取票了。那有兴趣的观众请要踊跃哦，因为这一次真的是我说过，台湾虫王的比赛越来越少哦。大家可以共享盛举哦，来现场，搞不好他这次打完，下次就不打。对，也可以看看辉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知道我们被镜头用的多胖。真的，对，我是还好啦。我看 你是最近瘦下来的好吗？我也没瘦啊。我是镜头把我拉撑了。真的哎，害我有点难过。镜头没有把我拉撑，去把你拉撑。换一下 C920啊，然后打个苹果光啊之类的，对。好，那这边来看一下双方这边来说的话，这一场 Sen， 这一场 Sale 就是直接一个裸双，裸双开，然后 Sen 这一场就是比较稳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，这张地图其实我本身没有打的非常多啦，可是我说我这张地图我好像一场把它崩掉，我觉得有点难，人类很难打啦。这张图就很虫啊，对，只要是这种颜色的图都很虫。哦，这种颜色的图，你是说近期来说，布莱西斯实验所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，之前有一张图上季有，这季没有的。对，那个但图我已经崩掉到我现在都忘记它叫什么。不错，什么帕拉迪诺战是？什么什么战？什么帕拉迪诺战？帕拉迪诺战就是那个二矿也是长类似这种样子。对，它还没有岩石可以打。好，这边直接先把这个岩石咬掉，因为这个岩石其实它比较血比较少啦，可以来堵一下口。哦，我觉得 Sen 打这个岩石可能要放招。我觉得刚刚我有点精神错乱哎。啊，怎么说？我刚才讲地图的时候讲到英巴的地图，普罗西嘛。我讲过布莱西斯，我想说布莱西斯哪位啊？刚刚一个放枪，我觉得他把那个岩石打掉是要放招哎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把那岩石打掉，然后人家会觉得哦，这个 Sen 是不是要龟啊？有可能，因为确实这个你一开始把那东西打掉嘛，一定是他一定会有想要偷某些东西，对，才会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他就反一个反其道啊。我还记得之前 Sen 有打一场比赛，不知道是 Sen 打的还是谁打，就是他一样也是很看起来就是很防守，对，就他直接虫洞速狗，超快的那种，连蟑螂都没有，就是速狗一波打死。没错，好，这边其实现在 Sen 的狗已经到这个 Sale 他家里了，然后来看一下，咬一下他的三矿。好，这边其实 Sale 有派兵出来防守，目前双方的攻分是25-26，在局势上来说，我觉得双方其实差不多了，但是因为 Sale 他裸双嘛。他裸双在经济上是我认为裸双还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啊。好，那这边哦，这个狗直接双方两个都不理耶、哇，后算了一个后手，现在是比到狗吗？啊，反而是这边剩回救，而且这边有两颗毒爆，糟糕，这个三矿要爆了，哇，剩好像有点，这个矿能守住吗？哇！抓到，你矿能要取消吗？取消！血不越来越多了。对，来不及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，我觉得很难锁、啊。就是他就是毒爆起来，原地爆炸都把这个咬掉了。哇！他居然没取消！哇！哎呦！哇！这几滴啊？七滴血。七滴。
这个不是稳爆了吗？爆定了，爆定了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吓一跳，其实还是要取消啦。对，那血太少了。因为他如果被取消的话，他这一波其实就没有亏到哪去了。对啊，他把人家狗都吃光了，这样的话他还是损失了200多块。你的部队遭受攻击。哎呦，这是第八的声音吗？是的。好，那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我、哦、这个王虫没有点掉。哎呦，这个现在要围攻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是这样，一波狗啊，一波狗。哇，这边的毒爆虽然有点多、哦，这边要分散开来，慢慢去炸。有没有？这就是线。了不了解 Sen？ 哇，三颗换五颗，是不是？三颗换五，三颗换五颗，是不是多？我觉得好像有机会打死了。看一下后续，哎、欸、，Sen 没有后续。Sen 后面有啊，有爆兵，只是好像不是低血案的，就是有断层的感觉，对，没有接上来。对，我这边毒爆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毒爆刚刚也可以啊，往后走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方式，然后后续的狗接上、哦。那这边来讲，双方农民来说 ，Sen 现在已经在停农民，他已经疯狂在刷狗了。然后 Sen 这边也是有感觉，他也是刷狗来防守。对。好。好，来看一下、哦、，Sen 上应该是说优势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其实我觉得。又掉一只王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优势啊，因为他爆这一波兵去打，其实 Sale 是有兵去防守的，然后他这边又被绕狗，他如果回救，我就觉得是 Sale 优势。哎、欸，这伤况又有一点危险了。对他回救，哎呀，哇，他是回救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毒爆，哇，这个毒爆哦，很可惜没有抓到太多东西，然后这边 Sen 应该是守住了，因为其实 Sen 的这些工兵是，他这些狗是爆出来要进攻的，对不对？但他事实上他没有他没有去打嘛，他是回救这样子。现在毛起来踩他的瓦斯。对，不过这场蛮好看的，因为双方其实基本上都一直在处于战斗状态哦。那这边 Sen 有一个转型，他直接放了这个蟑螂虫草，然后 Sen 又抓到一点机会，开始在狂补工兵哦。目前工兵已经反超 Sen 四只，对，双方都在补农民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，哦。持续的 Sen 其实一直想要把这个主动权抢回来、哦、因为他这波反绕狗，那绕狗的话这边哦有机会杀一下这一只妈妈，对，好像不行，大概哎大概只能杀后场后的人杀，哎呀三只太会溜了，对，又再次溜一下狗、哦，每一场的毒爆都有战果、啊，对，哦这边的细微操作还蛮漂亮 ，Sen 这边还是。持续的哦，这个毒爆其实直接近身有点亏哦。有毒爆想炸东西，对，有没有？哎，不能拉进攻兵。哎呀，三只，好像还好，还好毒爆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四矿其实也没有打掉的样子。对，但是其实 Sen 刚刚他有偷刷一轮。哇 ，Sen 这边家里也被弄了、哦欸。哦，这咬掉。哎呀，好，咬掉、哦，他一个抖动。哇、啊，掉了！哎呀，这边就是刚偷那一波，家里刚好是在蟑螂慢了一点。哇，这矿掉了，要重新盖啊！没错。哎、欸，自己的蟑螂虽然比较早出来，但是也没攻防。主要是这蟑螂你出来也不太能出去、欸，哎，因为这边狗很多。我、哦、要包！哇，这蟑螂会赢吗？啊，后面还有狗。哦，这蟑螂会输哦，会输。狗的数量有太多了。好、哦，这边使用铁蛋战术，阿婆铁蛋是不是？没错，对，这叫做阿正铁蛋。好，这一波狗有点打乱了这个 Sen 的节奏哦。哇，我觉得是 Sen 刚刚有一个地方他偷刷一波农，那边是有一点，对他刷了一波农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出蟑螂，对，然后蟑螂资源慢哦，现在伤况又要再掉了。哇，这边亏回去了，亏回去了。你刷出来蟑螂，其实被狗吃掉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哦、喔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的三矿一直迟迟开不出来，这边 Sale 经济就是比你好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是 Sam， 虫王的霸气是不是？没错，虫王的霸气，一点区区一点小劣势，怎么可以撼动他呢？对不对？这么二本啊！对他来讲，劣势打才是正常的对弈。Sale 一波。这样一波受不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一定要这样打。他打蟑螂狗毒爆一波，没错。来看一下哦，冲啊！来这边，哦，这一个蟑螂数量有点多、哦，那毒爆在后面，其实这样保护的前进，到时候其实很难打。
看一下这边Sale有没有什么兵防守，蟑螂来得及出来吗？Sale换家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狗是一定要这样绕的啦，因为其实距离圣到这个 Sale 家还有点时间，但圣家里可能会有毒爆在防守。对，哦，有，哦，这细节有到位，果然是虫王，有没有？对，这细节真的有到位。哇 ，Sale 这一波不好守，哦，这连地刺都没有。哇，一个地刺都没有，这样算有点少。毒爆呢？狗从后面做个包夹，等等，狗来的时间点。哎呦，甚至毒爆跟不上，对，毒爆跟不上哦。这个第一时间狗一个强力 carry 包住了，哇，操作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哇，甚至完全没机会，爆开，然后甚至打出了GG。好，我们恭喜 Sale 目前2-1听牌了。其实我刚以为 Sale 会做狗到前线变毒爆，哎，欸，对，就是会怕刚刚那种情况被Sale 的狗包住，然后这样在后面打。我原本以为会这样子，就他的狗跟毒豹生出来是在家里做防守，对吧？他也是，但是他这样做的话，就变成人家狗发现你家里有防守，他就全部都去正面，就你正面。其实刚正面有个几个毒豹，或许还是我觉得打下来，对，还有他或许有机会打下来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这边说你要说是 Sale 他的经验很好，他第一时间用他的狗先出去去接你，去你家看看。如果你家没东西的话，哦，对，就直接可能进就爆了，对，可能跟人家做一个小交换。但是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点，圣从头到尾他三矿是没有预言过的，他都是一直盖起来被打掉，盖起来被打掉。那最后那边包夹确实，我觉得如果圣在那边有可能有三颗毒豹，哦，在后面等着狗，然后把它换掉。对，因为有毒豹在，狗就不可能这样子包上去了。没错，对。那边只能说 Sale 在中间其实的一些策动，其实做得蛮好的。双方在打三矿，双方三矿的时候，其实 Sale 是比较占优势一点。对，真的。那中间有几个细微的操作，其实主要我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很明显是 Sale 的主动权掌握率很高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他狗控得很好。对，他好像每次在跟 Sale 对打的情况下，他都是一直疯狂的在进攻绕狗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来到了这个 Sale 的赛末点了。那比赛地图是奥德赛，在地图的右下方哦，是我们台湾小将 Sale。好，在地图的左上方呢，这是我们台湾虫王 Sen。比数来到2-1。哎呦，这边 Sale 是一个12D。哦，他会不会再度用那个速狗开局？你有发现我们刚刚不是说这张地图跟这个什么艾尔菲森很像吗？对，他两张图都这样打，对，都用12D， 一定是这一个战术在这张图有奇效。但是刚刚看起来那个奇效好像是对自己不利。没错。但其实他如果说刚刚狗晚一点出门的话 ，Sen 可能是会被打爆，然后 Sen 这样就裸双，又有机会了。是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一场，有可能，因为其实像刚刚那一场，其实 Sen 他，你刚刚不是说 Sen 运气好嘛，那个软，对不对？对 对。那这一次就要来看一下，不是他那个流程就是可以啊，对，就是那时候会有软啊，没错。哦，这一样，看来一样是要走速狗。哎，欸，可是我照这样说，我刚突然发现，这种12D打裸双好像目前我看到的比赛都是输的，都是输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输的，对。因为那个狗就是要吃到你的兵，打掉你的二矿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个四条狗出去哦。哎呦，绕一下旁边，哦。他这次打的稍微不太一样，他那一场是先蓄大量的狗。对，这样差别在人家是在你家看到的嘛，这个就是你这从你家看到的时候，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狗。没错。好，哎呦，哦，有一波了，对，一波毒爆虫巢，有这四条狗就是要变毒爆，这就是你想看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加，可是它还是有速度的，它不是最极限的那种毒爆狗吗？它是有狗速的毒爆狗，对，比较晚一点的，所以说 Sen 这 Sen 能不能守住，取决于它的偷的程度。是的，太偷就挂了。对的，好，那来看一下这场 Sen 哦，这边四条狗已经往前面要变毒，这应该是拿来变毒爆的吧？啊，肯定是变毒爆。对，变毒爆，然后家里的狗就用冲了出去，冲出去，好，再续了。哦，这个 timing 掌握非常关键，而且这边只有两气哦，两只彩气而已。对的。哦，这边看现他求稳，他有做四条狗。对。但后续一样是刷农民，这边是一个正常流程，是在顶一下下一波卵他会怎么做？对，因为正常来讲，这个流程你就会补到20农左右，20到22农左右。是要看生产列表知道。对。哇，哦，持续刷农，哦，看到狗，来不及了，你看，来不及了，上天不眷顾他，这一次他卵先出来了，对，这一次就没有运气了，对不对？台湾虫王 Sen， 哎，欸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，啊？嗯，你刚刚说什么，啊？你刚刚说虫王的霸气，虫王的霸气，他，
手二棒，这下是变北七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没这样讲哦。哎、欸，对，虫王这边是有读报的哦。来，让我们接什么叫极限防守？哎、欸，你刚刚你怎么又突然转风？人家是虫王，我不能踢他。哦，也是，说的也是。哦、来，我这要掉一个。我、哦、这个操作很细耶，他不停用妈妈在点这个读报。我想，哎、欸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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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读报没了。好，这个身穿小虫可以接受，但是 Sale 这场没有开二矿，对，所以。这个一定要打到东西，不然室友这场要输了。没错。哇，但是虫王这边攻兵怎样？特地出来寻死，是不是？哇，不愧是台湾虫王，在这么一般人都会认为好像要被打下的情况下，你看他再次守住了。没错，因为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台湾虫王 Zen 啊，阿正啊。啊，也是。说到台湾形象，今天想到谁？杨家正，真的是什么黑死？我们在说杨家镇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在哪边喝奶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他还没出生呢。是的，哇，现在直接，我觉得现在局势拉回来，因为圣现在知道怎么打，这已经没得打了。工兵赢太多嘛，赢六支嘛，然后双方的这个二矿同时间放，对，这已经没得打。对的，圣已经极度极大优势了。没错。怎么目前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好像放十二 D 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，因为他们对手是圣啊。对，前面那个也是吗？啊，前面那个是也是吗？嗯，好像不是哦，好像不是、哦。现在好多虫打虫哦。对啊，怎么都是这样子啊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其实对于我觉得 Sale 这边要把方向带回来，就是赶快去把三矿点了，哦，全力刷农，不然就是就赌命一波了。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 Sale 的进攻应该是先杀后虫，嗯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毒爆在变嘛，他应该先杀后虫，然后因为他今天他是。放了毒爆的，所以说他这一波下去就是要把对方打死，没错，而不是打掉二矿，对对吧、啊？所以说他应该是先把那个后虫咬了，然后等到对方毒爆出来的时候，你再跟人家做操作，你自己有毒爆，对的。但是他可能就是害怕说他什么都赚不到，所以他就先咬这个鸡。但是你只把鸡咬掉了是亏的、啊，没错，因为没有你工兵人家少十几只，对的。好，现在 Sen 的来到哦，这个中间一个小交换哦 ，Sen 这边是有一点经济优势的、哦，这边人口领先，这边爆了出这爆出了十四条狗做一个进攻哦。哇，这一波我觉得 Sale 会很难守哦，因为他刚把他的哦，他现在再次把他的这个卵全部变成了这个狗了。你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。好看一下这边的细微小操作，因为这边正面 Sale 是有足够兵力去做防守的，但是要看防守。哎、欸，这个狗哦，第一时间做一个大战，不错，哇，还可以可以，等一个体力爆发，对，可以接受。很棒了。算了，虫王要回来了吗？虫王回归了吗？要战成二比二了吗？哇，这个三矿被咬掉，怎么有点像上一局的感觉，有吗？哦，这边换互相的操作，好亏哦。这个毒爆基本上没有换到什么东西。对，现在的三矿已经好了。对，那这一个拖延，等一下会直接让这个经济就是直接拉开，现在已经是九只工兵的差距了。这个在虫族内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哦。然后等一下爆蟑螂，直接正面打一波，他就倒了。好，好，这边是有爆出一波狗反压制哦。那这边其实应该只是去尝试新区绕看看。对，对，因为没办法，他应该知道对方有三矿了嘛，那一定要尝试去看一下哦。然后这边只能毛起来先补工兵，工兵被看到了。38，这边一个小狗哦，这一个狗的在侧面藏的细节，那这边不行的，这波大概挡不住了。对，这一波差太多了。这个 Sale 连帐篷草都没有吧？对，我觉得这边 Sale 要小心 ，Sale 就是你毒爆还是要跟着帐篷走。Sale 想要溜啊，换家。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观念。你本来完全打不赢啊，这招、啊！你本来劣势的时候就只能这样做，好看可不可以捞一点东西？这边有蓝的防守，后防守。这样双方这样交换，队友这边，队友这边还打赢哦。好，那还是队友打出去，聚聚。哇，真是精彩！双方战成2-2平手哦。我还是觉得这场关键在于开始狗打目标错。对，你是说直接去打妈妈吗？因为前面讲过很多次，就是你只要有瓦斯，你今天是要打一波的。防守方是不能守那个二矿，因为那个二矿就算送了，
你只要人家上不来，你的工兵比人家多啊。刚刚我们看他在打那一波的时候 ，Sen 是26只农 ，Sale 是13只农，对，所以说 Sale 那时候就只能他就是要做出最能够把对方打死的判断。所以我觉得刚刚在那个 Sen 在上面变毒爆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那么多的速攻，他应该先打后程。没错，确实那时候 Sen 其实他大部分的狗跟两颗毒爆是上面用两个妈妈挡住的，其实那边有大概有将近5秒左右可以让他去咬后程。对，那时候毒爆还没变啊，而且你就算看到毒爆变好冲出来，你再拉走都来得及。没错，但你只要把那两只后程杀掉，哇，局势就不同了，战力就差很多了。再就是软的差别，对，因为你有毒爆的情况下，其实狗多那么一点点没有差很多。对，因为但是你多了后虫就差很多。没错没错，确实。那边其实我觉得打中目标以后，他突然咬到那个鸡，但农民已经输了十几只了，十一只左右吧。那基本上那个局势，你又同样的二矿同时间点打，你已经是没什么机会。嗯。好，那只能说就是圣还是经验蛮老道的。哎呀，你不要对圣放招嘛，你看都被他守住了。确实，从以前到现在对圣放招有成功的有多少？很少，还真的很少。对，反而圣用招丢别人成功率很高。哪有啊？圣如果用招丢别人会赢的话，他上次四进二就会赢了，就是这种心态啊。他是放招毒爆还被人家看到。对，你知道那一天是这样子的吗？洛石就说没有，我就看圣他要练大招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整场都一直放大招，就圣那一场根本就没放的，他每场都没有。然后圣四进二不是打 BitTalk 第一场放那个狗毒爆一波，那个我跟你讲，那个几乎80%以上是会死。对，结果他在人家的母舰核心下面变。台湾重生，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。好，那现在来到今天最后一张地图哦，地图是程序装饰的地图，右上方哦，是我们这一次艰难晋级的 Sale。在地图左下方的是我们台湾重王 Sand。二比二，这场双方都要裸双。对，哇，这次的胜者组挺激烈的 ，Sale 受不了了。对，其实这张图远啊。放招成功率也会稍微下降一点。我是觉得你在这张图放12滴，对方裸双，你过去那个 timing 是慢大概5秒吧。其实大概3到4秒左右，可是这个是有差的，这差很多哎，差很多。所以这场我觉得双方都打裸双，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。双方是一个镜像开局哦。好，那来看一下，目前这个。其实我在想啊，因为目前来说 ，Sen 有一些局势都是，飞龙嘛。那这种大图，通常我觉得飞龙线的出现率是比较高一点的。而且，星海一甩到星海二那个飞龙，没错。Sen 的甩飞龙真的是有点强，很猛，对吧、啊、？Sen 也从星海一碰到星海二嘛，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以前星海一的那个飞龙很难甩哦？对，大家应该有看过星海一 Sen 的那个照片嘛？我记得那时候看的时候蛮瘦的，岁月催人老，没错，只是近黄昏。你确定你要继续讲下去吗？啊，不过其实真的，真的，你有发现真的星海的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就一转眼，怎么就过了？星海已经出了5、6年了。它是2010年的8月出的，对，然后它的封测是在2010年的年初开始，没错，所以到现在已经七年了。想当初你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鬼手灰，啊，没有，我那时候刚开始玩新牙的手速只有56，56，对，这代表一件事啊，56的手速也可以玩得很强，没有，那时候很烂，56我连空门都不知道什么，原来，但是我不升空门就打到当时最高阶级白金，你这样讲是在嚣张吗？没有啊，你这样讲那这种打了3、4年都还在青铜白银的情何以堪？对对，那时候的白金就不难，也是那时候还有红铜哦，我记得最低阶级红铜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白金等于是他的钻石啊，就是当时的最高阶级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局势哦，目前是双方镜像啊，基本上几乎是同一套开局，但是这边是有先爆了大量的小狗哦，想要来做一波压制开三矿，对，通常开三矿的那一方都会爆一波素狗去压。对，然后压到他的三矿好后虫出来，那三矿就好手多。然后 Sen 没有意外，我觉得他应该要打双空苏菲龙，因为他目前这个二本时间点是蛮早的。对，然后他的工兵先刷一轮补齐哦，现在是两矿满运，大概等一下他就会直接把37全部放下去。看他们要开瓦，开了哦，对，开了。第二下一根地刺，这个地刺就拿来求稳了。
看一下哦、喔。那这边，我、喔、这一波狗绕进来，侧面有两个独霸手，哇！哎、欸，哎呀，你这边再绕上去，会不会太极限了？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六只，哇，会炸，会炸，会炸，不愧是。对对啊，正面还没有解决那个危机、喔，正面还没有打完哦、喔。这个六只其实还蛮赚的、欸，两颗毒包换六只农民哦、喔，真是直接做一个骚扰。继续看看二本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没有跑进去。其实他只要看二本，他大概可以猜测他是什么线。可是他看杀人家没三矿哎、欸，对，没三矿就两种可能嘛，要么就是跳二本嘛，对，不然就是放大招。可他兵也太少了，应该说。没有三矿就是跳二本，你刚刚说到，就是不然就提速蟑螂，对，再来就是速飞。但是他如果要锁蟑螂，门口就做建筑学啦，对，看到啊，所以这怎么看都觉得是要么大招，要么就是、哦、飞塔，对，要么就是飞塔。好，他已经看到螺旋塔了，这看到非常关键了。对，那这边家里就直接刷了一波龙，看来是要打一个防守不压制也，没错，因为地图也远。对，这边其实我觉得这个Sale 这个判断蛮好，看到那一瞬间，好刷大部分的农嘛，然后因为他有看到他建造的时间，嗯，他还有反应的时间可以去到盖那个包子爬行桶。你知道室友要干嘛吗？他打攻防狗，攻防狗，对，然后爆了一波狗。这个可能是想要强咬对方的。对，你不觉得这毒包走到对方家，不知道走到民国几，超远的、欸。这样地很大，很好绕。就某种层面来讲，这样地其实还蛮适合室友的。他可以一直从侧面偷偷的去确实进攻，这应该是他会喜欢的。对，好，那这边狗真非常多 哦，这边狗直接做一个分线哦，往下面做一个集合，好，要开始绕起来。我觉得圣要爆开的感觉，非常真的有办法把他的劣势扳回来，而且圣他开那个三矿，他不知道那三矿只有单气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赞同你的说法，因为。其实圣刚刚爆了太多狗了，嗯，他刚刚爆太多又被炸六农，你可以看这边经济来讲，五四比四十一是非常落后的。那这边圣的，哎呦，有没有有毒爆，有毒爆，一个，而且圣的兵呢？兵呢？啊，糟糕了，他在外面，有吗？有在外面吗？刚刚他狗是不是被毒爆炸到啊？有被全炸到了，被一颗毒爆炸到了。因为他刚刚原本有很多狗啊，可是那些狗都不见了，对对，是他局势，哎呦，反而好像对 Sam 比较有利哦，因为这边是有飞躺的。你说飞躺已经出来了、哦，对啊，而且包子弹还没有开启，还没有放。哇，弹头 Sam 又要缔造奇迹了吗？太扯啦、啊！不是我觉得真的他这个 Sam 这边有一个地方没有做很好啊、他已经知道飞龙的建造时间点，但没有盖防空塔。对，因为其实以人类角度是这样，我今天看到你飞龙塔。我大概抓一分钟之后，我就要盖包子房。对，因为你不这样盖，它基本上就一定会被闹到嘛。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那时候要盖的时候刚好被遛狗，所以他没有盖。有可能。这边死了一只妈妈。他如果有盖的话啦，他现在基本上是玩手这一波，工兵不用拉。对。然后工兵领先，他只是科技落后，但是他有攻防狗。哇，他哎呀，这边狗绕出去了，糟糕！这边工兵第一时间做的救援可能会死很多东西，而且包子房熊回来了，哇，这边。有点亏，但是其实这个这妈妈全部送光了，后筒死光了。对，攻防狗要往对方家送，但是这时候 Sen 要变很多毒爆就可以守了。哦，我觉得这边 Sen 有，我觉得这边 Sen 有很大的失误哎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对他其实他的开局跟刚刚的侦查他是赚，我觉得关键还是刚刚那个防空塔没带到。对。你现在家里有两颗毒包，你要怎么去做绕口啊？对啊，对啊，这边绕不太进去。哇，好真的，我皮笑这个往里面冲了，哇，真的皮笑了。啊，里面还有毒包吗？哇，这个是、这真的是各种细节啊。对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台湾冲王谁？对，阿正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不要质疑杨家正好吗？对不对？现在真的是，哎，我真的觉得是要打了半场好局啊，咬不赢哦，咬不赢。对，家里要转橄榄虫。哦，这边飞龙还直接回来回救了。其实像刚刚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飞龙不会回来，就是我会一直想要那边闹。这边被绕狗绕一波，先杀这只猫猫再说。我要操作一下哦。那现在人口已经来到了30人口的差距哦，这个狗全部被歼灭，40人口，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太 sale 太偷了啦。他其实，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要绕狗的这件事情。但是他其实，在那个局势下，一般来说，
还是要防一下嘛。他不就是那一波狗？他原本有一波啊，攻防狗、欸，一攻一防的。就那一波狗应该是被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是哪里不见了，所以应该是被毒爆炸掉。对。然后就人家那个 Sen 就直接杀他的三攻，他三攻刚好又没有防攻。没错。而且他其实也太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想抓刚刚好。而且其实他也不是不盖，你看刚刚那个狗进去，他就算有防空塔也是被咬掉。没错。应该是我们刚看到后面他是盖到一半，嗯，然后刚好狗绕进去，他家里没有东西，对，被打掉了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没事，非常已经无敌了。对，太多了。刚才虫要出来了，但大概只能帅一秒了。对。哎呦，这毒爆刚刚干嘛？乱炸，没关系，无所谓。我今天把你的三矿点掉，我是一个三矿打两矿哦，优势非常大。然后看到这一个空兵，我快去，他要去那边盖第四。对。哦，他盖毒爆，你知道吗？去送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去送死，然后想要绕狗，但是这边圣一定在家里有毒爆虫的嘛？圣杀心情一定很差，原本想要盖珠宝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家里直接被大量换掉，非常非常多。接下来就是看感染虫摔一秒之后打 GG 了。没错，没办法，这边就只能好，我们直接打出 GG， 不是要摔一秒吗？连摔都不想摔。好，我们这边恭喜圣哦，哇，在被别人限定牌的情况下让二对三。对，而且刚刚那一场其实也是限定。气势劣势，对，他二矿被人家杀了六只龙，然后科技全部看到，对，感觉台湾虫王就是要掉到败部了，成为败部的台湾虫王，对，但是他是台湾虫王，所以才会赢嘛，对嘛，阿正玩厉害啊，对吧、啊？确实，因为那边真的是很劣势啊，基本上你看到他科技，你看他不用塔的速度，你的经济又领先，对。然后你一直科技稍微慢后，但是你取代是你有攻防狗，嗯，对，应该是要很好打。刚 Sale 看到第一时间是攻平按满，然后升了那个下两个 BB 升攻防，近战的攻防，然后一直补农民补农民，然后我猜他的主矿跟二矿应该都有防打，三矿就是因为刚刚被绕那波狗，所以盖不起来。没错。然后但是他原本其实有一波狗是可以守那个，但是那个可能画面没有带，或者我没有注意到，有可能我没有看到。对，然后被毒爆炸掉了。对，就是有可能不见了。因为那一波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存在，导致于说刚刚圣那一波反夹击的时候，把他的暴虐虫打掉，还换了一些东西。对，那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逆转关键。那咱们最后恭喜圣哦，以三比二的战绩击败了这个 Sale， 然后继续在圣德组要争夺这个圣德组的冠军哦。啊，对，他要跟这个 Winter 要来打一个利比利的圣德组冠军。怎么都虫啊虫啊，都是虫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谁有办法联络到黑石？拜托跟他说用神珠打。哇，他看太多虫啊虫。没错，然后在败者组这边呢，有黑石要跟 Xpace 来争夺。哇 ，Xpace 是有点难受。然后 Sale 要打 Rex 哦，一样又是虫打虫，真的满满的虫打虫。好多虫啊虫。对，然后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在下个礼拜三、四是这一次这个 WCS 的线下赛哦，然后在暴雪电竞馆，然后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取票了，就是强制行就去这个 FB 的这个粉丝团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要去早点要、哦，因为他你可能你晚上才到也算是一张票。没错，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周、晚上嘛，这一次对晚上哦、对，然后我是觉得像现在线下比赛已经越来越少，尤其是我们以前常看的一些选手啊。然后像台湾同仁也有参加这个比赛，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尽量的到现场来帮选手加油，而且可以要几张合照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想看，这万一这次打完圣不打了以后怎么办？哎，圣杀是他最胖的时候，一定要保存好。没错，可以取消他。他之后瘦下来就没有办法，就看不到了，就遗憾了，你知道吗？对 对，就是希望大家多多踊跃报名哦，然后记得要去粉丝团去取个票，因为不然。因为我不确定当天如果你来会不会有位置啦、啊，因为真的很难讲，有可能一扫而空也不一定。对对，然后最后恭喜这刚最后那一场胜也是获胜的，继续在圣德组。好，那今天比赛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我们下礼拜三次见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